不好意思，去一趟医院来晚了。林总那边怎么样了？医生诊断说是低血压导致的，只药静养就没有问题。于浩然那儿怎么样了？于浩然那边没有任何问题。按照我们现在的推断，他应该是被人利用了，而且他现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，对于这个事情的后续没有任何威胁了。你确定他没有什么隐瞒吗？他有没有隐瞒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。 他不像是我们要找那个人。我相信你的判断。马上，你关于处置鼎华的推论，安静跟我说了。要这么说的话，玉浩然这条线断了，我们就只能等着那个主子的人出现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情况，林总委托庞一山全权负责鼎华的事务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隐患。我之前去找过他，刻意的试探了他，他呢好像很怕玉浩然跟自己扯上关系，这个有点奇怪。宋局，老六现在已经从玉浩然那边撤下来了，可以让他去盯着庞一山。可以。子轩，何子轩，你怎么了？ 这一困成这样吗？趁他查不出来，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在操控，啊？OK。潘总好，来吧。潘总，鼎华已经很久没有从我们这儿订货了，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，这个不会改吧？ 鼎华现在出了些状况，你是知道的。是，我们是有协议，也有配额，对不对？你急成这样，我也能理解。这不才过去2个季度吗？鼎华肯定会按照协议完成这些配额的，你何必着急这一时呢？哎，彭总，像鼎华这种大企业，出了小状况，发生小问题，这可是。 像我这种小企业受不了。我现在资金已经周转不开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理解你，你也得理解我，对吗？鼎华绝不会终止跟余山矿场的合作了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抽不出时间来处理这事儿，我手头一大堆事儿呢。我好，那庞总。 你先忙。哎，小苗总，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 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一拿到权力就耍威风，有事不能自己来。露露，你别学别人说这些不冷不热的话好吗？我们公司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每个人的利益都绑定在一起，要学会想这些。嗯。工作时间赶紧回自己岗位上去。哦。 知道了。哎，数据修复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其实修复很简单，问题就是全部都要重新复查一遍，不过应该也快了，就这2天了。那我走了。进来。
团长，坐坐。现在你说到了这么个时刻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必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。我知道咱俩之前有一些嫌隙和误会，但是你说现在鼎华这么个状况，你看咱们能不能为了鼎华通力合作一下？我明白。现在您需要我做什么？现在关键的就是资金，拿到钱，稳定股市，其他的事情可以一步步来。这我明白。但是鼎华一直都奉行着保守的运营策略，这几年我们几乎拒绝了所有有投资意向的资方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担心他们会抱着投机的心态等着我们崩盘。事实就是如此，所以我说，能救鼎华的只有你。我，对，无论是我还是林总，资源都比不上你父亲苗，对吧？你说他作为鼎华的顾问，鼎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到现在都没露面，我觉得他不会不管吧？庞总，这个忙不是我不愿意帮，也不是我父亲不愿意帮，只不过他现在常驻国外，估计也没有什么资源能够解决鼎华的麻烦。不是，鼎华现在目前这个状况，你打电话跟他说过吗？我说过，他也很着急，只不过他现在身体不好，住在希腊的疗养院，可能真的帮不上忙。身体没什么大事吧？没有。那苗飞，要不这样，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，我来跟他联系，不用他出面，让他介绍过一些资源，我去跟人谈。庞总，这个。真的不太方便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你把他联系方式也不能给我，是吗？是的，我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真的容不得打扰。但是现在鼎华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行了，明白了，那就是我们为鼎华的通力合作到此为止了，您忙吧。苗飞，我庞一山在鼎华干了十几年了，你记着啊，有些事情没有你们苗家，我一样能做到。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爸的情况我真的瞒不下去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林总现在身体不好，在住院的事儿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这个我们已经排查过了，确实是身体原因，没有其他危险。这我就放心了。现在情况是这样，我们公司现在想要翻身，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。今天庞一山找到我，想借用我父亲的关系。我就一直坚持说，我父亲现在在国外疗养，帮不上忙。庞一山现在对我非常不满意，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这个，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。那现在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苗飞，我知道你对于鼎华的感情，也知道你想保住你爸爸一手创办的公司。你的心情我都理解，但是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也知道，如果鼎华的核心技术被商业间谍盗走了，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多大的损失。不过有一点，我倒是想不清楚。林总已经明确表示了，找国企帮助鼎华渡过难关，为什么鼎华一直拒绝？
这件事情，庞一山到底怎么想的？鼎华从创办以来就一直想走独立自主发展的路线，这是我父亲当时的创业思路，后来一直贯彻到林总，也坚持这个原则。所以这个不光是庞一山的想法。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有点不太合理。鼎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宁愿走上绝路，也不愿意接受国企的救命稻草。鼎华连谈都不谈就拒绝了，你觉得合理吗？那你们现在是不是怀疑庞一山也有问题？在这个案子没破之前，我们不会对任何人放松警惕，包括我是吗？我们明确的知道，你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大帮助。就这儿啊，让我一顿好找，这地方连个门牌地址都没有。这块地方应该是待拆迁的吧？南溪镇已经作为开发区并入双清市了，大半个镇子都要拆迁。樊德伟出狱以后一直在附近工地打零工，我打听过了，他基本上就没有不喝醉的时候，工地上的人也不敢让他干什么危险的活，就是和泥搬砖什么的。他人现在在屋子里吗？我看着他拎了瓶白酒进去了，差不多一小时以前吧。酒后吐真言。走吧。谁呀？干嘛你们？我们能进去吗？樊先生，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你笑什么？我活了这么大，只有你们审过我的人叫我樊先生。你平时一个人住啊？嗯。出来之后没找你老婆？我们没结婚，那不是我老婆。他没来找你？我是杀人犯，他疯了来找我。当年的事情你还记得吗？坐牢坐的脑袋不太好使，有什么问的呢你就问我，我能想起来就一定告诉你啊。出车祸之前你做什么工作？送货。给谁送货？青羊区附近的小超市，谁家订货我就给谁送。出事的时候你也在送货？嗯。送货还喝酒？我心情不好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问！十年前你们就这么问我，我牢都坐完了，你们还来问？我是撞死人了，杀人偿命我懂，救人我命啊！拿去啊！坐下。注意你的态度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当年的审讯记录我都看过，你现在说的话有半个字对不上，我就能听出来。丫头病了，没法治也没钱治，她活不成我也不想活，我就想还不如喝死算了，我早上起来就喝酒，
白天干活也喝，喝困了我直接就睡了。你进去以后，谁管你女儿？他妈。你们两个倒是什么关系？咱搭伙过日子吧，没领证。你干嘛？你放下！控制一下情绪。最后几个问题，问完我们就走。是关于你女儿的事儿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介意你们就不问了是吗？你女儿是几岁走的？11岁。那她是在几岁的时候做的手术？40多，不到5岁。那应该是你进去之后不到1年的事儿吧？我们暂时没什么要问的了。你最近不搬家吧？什么时候拆我什么时候搬。好，我们会随时再过来。打扰了。你发现疑点了吗？漏洞百出。你先说。他那个老，我先算他女朋友吧。首先，他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上撒了谎。樊德伟一再强调，他入狱之后没有跟对方有过任何接触。我记得叫李芳是吧？对。照片上的人是李芳跟他女儿，这个小姑娘看上去应该有10岁左右，很明显是他入狱之后拍的照片。那么如果没有任何接触的话，照片哪来的？啊，当然了，也可能是寄给他的。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但是我在进屋子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购物袋，里面有很多没有拆封的生活用品，洗发水、搓澡巾、洗面奶。洗发水和搓澡巾也就算了，洗面奶。至少说明这个东西是别人给他的吧。李芳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樊德伟这个人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，总不可能是工人给他买的吧？还有吗？还有就是这个人的酒量。这个我也发现了，喝了半天，其实也就喝了半杯，而且已经醉成那样了。而且从他的脸色上来看，这个应该是酒精过敏的表现。那要这么说，他说自己女儿病了以后天天借酒浇愁，是在说假话？这倒不一定。事故报告中明确记录了他血液里面有酒精成分，而且至少半斤烈酒。一个酒精过敏的人喝半斤烈酒，那就等于是在自杀。我懂你的意思了，
借酒浇愁，没必要喝成这样。这么说，我怎么觉得他是为了麻痹自己，是为了壮胆儿？也许吧。但是只要他咬死了不松口，这件事情我们没法证明。目前看起来全是疑点，但都不足以作为证据。我们得想办法撬开他的口才行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终于赢你一次。你想想，樊德伟跟李芳没领证，按照当年的政策，他们的女儿根本就上不了户口，好多地方根本就没法进行登记。那他是怎么登上那个慈善机构的名单的？对，再幸运你也得登记过才行啊。可以啊，你懂啊。黄山真的是拼了呀！这都晚上第四个局了。他越这么尽职尽责，我心里越是没底。我缓一下。别让人看出我喝多了。孟康，你说这庞云山要是真有问题，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低三下四的找钱。哎，不过也说不好，万一他这是种伪装呢？说不好的事儿太多了，咱都不能拿来当证据。现在还有谁没上场？还有小李。小李，现在庞云山准备进去了，跟上去记录。乔总，让您久等。快坐，快坐。这有什么人物啊？完全没有印象。这两天，每一个跟庞一山见过面的人都有投资鼎华的意向，也都有可能成为这次产品事故的最终受益者。那也可能是最初制造这场混乱的人。所以这两天每一个跟庞一山见过面的人都要调查清楚。明白。伟三，伟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，你还是怪我，看见我就烦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不是，凤，你最近别来看我了，我在这住不了几天了，我又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，等到那以后我给你打电话。你怎么了？行了，别问了，等我电话啊。
你好，李芳女士对吧？啊，对。别紧张，我们没有恶意。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你回答一下。干嘛你们？没完了是吗？别喝了，我们已经跟李女士聊过了。看来你告诉他的并不多，但是很多事情瞒是瞒不住的。你都跟别人胡说些什么？李芳女士，你不用回答他。樊大伟，我们是来找你问话，我们问，你答。你进去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？最开始的时候想过。但是后来听说做了手术，做了骨髓移植，能活。我就想着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见他，但是没想到。你说的骨髓移植，其实更准确的说叫造血干细胞移植。你对这个了解多少？但是说了，移植了就能活啊。他们在骗你，因为这种手术效果最好的是同基因细胞移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女儿是双胞胎，移植的成功率会很高，再差也得是亲兄妹。父亲跟母亲单方面的基因是不能跟子女匹配的，不可能。他们说了是正规手术，手术是正规的，医生也是一流的医生，但是这中间的流程是有人做了手脚。李芳女士告诉我们，当时来采集细胞的和做手术的不是同一拨人，去的也不是同一家医院。你懂什么意思了吗？采集细胞需要做基因比对，如果匹配不上，医生是不可能做这个手术的。但是在你女儿的这个案例中，这两个流程分开了，而且文件有可能被篡改，导致医生以为他移植的是匹配的细胞，这个你懂了吧？而且手术结束之后的康复期，你女儿又被转到另一家医院进行观察治疗，那里的医生根本就不了解情况，很难判断出排异反应的原因。樊德伟，你知道排异反应的时候人有多痛苦吗？他们不可能骗我，治不了就治不了，他们怎么可能害一家子？因为他没有封你的口。不做手术能封你的口吗？说什么呢？问吧，想问什么，你们就问吧。当年的那场车祸，是不是意外？车祸不是意外，但是没想到，我把人撞死了。你把话说清楚啊。有人告诉我了时间和地点，还有对方的车型和车牌号，让我找个机会把车撞停就行，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成了，就给丫头看病，就连酒后肇事的事儿也是他们给我出的主意。但是我不能喝酒，我胆子又小，我害怕，我就喝了很多的酒，结果没控制住，撞得太狠了。
知道，你们以前抓我呢，是因为我酒后肇事。现在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，就是故意杀人。你们抓我吧，判我死刑，活该。指使你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真是记不住了。那天我看我女儿出来，我听见有人叫我，长什么样子我实在想不起来了，我只知道是个老头。算了，你去说吧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跟静姐这关系，我不太好张口。关键时刻怂了。行吧，我去。什么事啊？非要现在说？私事。跟我有关？你父亲的事。人在哪儿？我跟杜某已经将他带回了市区。嗯，你干嘛？规矩你知道的，你不能参与审讯。放开！安静！你放开！你去了又能怎么样？你别管我！别管我！经过连夜的审讯，樊德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但是指使他的那个人，没有名字，没有照片，无从查起。难道他连对方的长相也不记得吗？按照他的描述绘制了头像，但是，毕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估计作用不大。当然了，这个只是第一次审讯的结果，我们还会继续深挖，这件事情不会不了了之。从军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此事对赫尔墨斯展开调查？赫尔墨斯旗下拥有多间涉及敏感领域的企业，但是这种跨国集团不太会配合我们进行调查的。我已经就这个案子的进展向亲厅做了汇报，接下来他会和外交部门进行沟通，探讨通过外交途径向对方施压的可能性。你现在去鼎华，
对，现在鼎华是非常时期，请这么长时间假，已经是极限了。安静父亲的事情我有责任，当年没有坚持查到底，导致真相被埋没了十年。那个时候樊德伟还在等着救女儿的命，他绝对不可能先开口，而且当时很多关键的证据都还没有形成，真不是你的责任。查清楚真相是对牺牲的战友最好的慰藉。马上。多谢了。静姐，你别着急，有我们在，一定能找到幕后的人。谢谢你，杜某。要不是你们的话，我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真相。当局者迷，你也别怪自己。有个事情，我想寻求你的建议。你说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妈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觉得我爸的死不是意外，因为这个想法一直困扰了他这么多年。现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他真相，因为我觉得不一定是好的结果。你是怕苏阿姨再受刺激？其实我也有想过，要不要现在就把真相告诉你。我也担心这件事对你的影响。不过马上跟我说，你是成年人，有判断能力，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我觉得苏阿姨也是一样的。谢谢。没事。马总好。马总好。马总好。啊，最近的事总算解决了。是很难的，对吧？是啊。你聊什么呢？马总好，您不知道，庞总找到注资鼎华的公司了。苗总，哎，怎么没人通知我开会啊？我也刚接到通知，你不是请假了吗？这好消息来的也太突然了，是庞总找的人？可能是吧。哎，那是什么公司啊？靠不靠谱啊？你来都来了，等会儿开会不就知道了？我这不是心急吗？苗总，您不能进。我是人事部主管，马上。对不起，马总，鉴于会议的保密性，只有庞总名单上的人才可以进，人事部主管不在名单里。马上。我知道了。鼎华那边正在谈判，有人打算注资。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。
事，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，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池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。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哪怕一生无悔。